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外国人工作协会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是位于东京都芳川区的建筑设计的工作，招1到2年正式员，月给是20到35万。这工作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8点，这个面试时间是7月20号的14点。有感兴趣的，对 CAD 比较擅长的，最好是要拿作品前来参加面试。对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企业说明会，在每周一、三、五上午11点，24、6日下午1点。这是公司的电话和地址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。